为什么第三个愿望都不能说出口？不说出口的愿望并不会比较容易实现。只是这个愿望，就算没有实现，你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失望。好无聊的问题，反而会把它继续留在心里。就是可能就是天天出现在他在他周围吧。我有什么必要吗？但不需要。他比我小大概6岁吧。好，多谢。但是其实他挺成熟的。不用谢，开心就好啊。当当当当，看这是谁。我们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《天天向上》。肖战啊！傻。肖战没有妆也很帅啊。三哥，弟弟爱你。真情实感，非常期待。我表达爱的方式简单明了。五、哦，好好。3、2、1。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我是肖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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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肖战。我是老王。我是老肖。我是老王。我发出我没有想过这个答案是对的。有。你是我的关键词，落叶的位置，孤注一首诗，时间在消失，我们的故事开始，耶，这是第一次，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。你是我的关键词。滑雪，然后想滑雪，因为我说想冬天什么滑雪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教他滑啊，滑雪，滑雪是计划了一年。正要开始，这是第一次，爱一个人爱得如此慷慨又自私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